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清凉大师以四窟啊，就是四个段落来介绍这一篇。第一个段落是来意，第二个段落是解释品题，第三个段落是讲宗趣。我们在前面呢都已经介绍了，李长者在后论里头有一段话了，很重要。大致上他们的看法呢是非常接近啊，甚至于引用啊引经据典呢也有许许多多地方啊相同啊，不过有些话呢也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比如《后论》里面讲啊，若不说众生界、法界、菩萨界啊、佛界。虚空界无二无尽，如因重重啊，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在这一品经里面所说的内容啊。长者说，假如要不说啊，不说明这个事实真相，所有发心者啊，这发心学佛，所有发心学佛，即使不入二尘啊，修菩萨行者但得全教菩萨了，心常染净而有限爱啊，限是限制，爱是障碍啊，不入佛境界故啊。啊，这个意思清凉注解里头有啊，下面他说有自佛他佛啊，像我们常常说的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自佛他方世界诸佛了，那不是我们娑婆世界啊，他方佛我们会有分别心啊，以及过刹分际由往来所依处故啊，啊，极乐世界不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是华藏世界，我们凡夫总是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他举例子，如三乘中所说，净土在于他方。啊，弥陀净土啊，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啊，有十万亿佛国度啊。啊，
这个也是佛在经上说的吗？啊，菩萨愿生其中是也。啊，许多菩萨都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净土在于他方。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呢，讲的是法界、佛界、菩萨界、虚空界，无二无尽。啊，那么普贤菩萨说这一篇，说这个经文，啊，也就是说出宇宙啊，刹土啊，佛菩萨境界的真相啊，意思在教初发菩提心者知众生境界、诸佛境界、广大之相啊，重重无碍无尽之相。佛界菩萨愿行含福利业，真正是无微不至啊。这一篇经啊，当然要说，不能不说啊，这个意思非常好啊。那么下面这是解释经文啊，解释经文，这是第四个段落了啊，解释经文。三品正说法海，这个三品就是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这两品呢是讲果。最后有一品呢，毗卢遮那品呢，这是讲因。啊，前两品跟我们说，诸佛刹土的实相。真实的状况啊，幕后一篇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原因出现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要给我们说出这个原因啊。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说，前面两品通达，前三十句果问啊，这前面我们读过的，菩萨提出四十个大问题。在这两品经里面是通达啊，概略的说明，细说呢那在全经啊，后一品呢到前十句因问啊，什么原因，说因我们就知道它的果啊。啊，是在讲佛说法。通常因果都讲。啊，我们要看啊佛这一次的
这个谈话啊，这个开示，是果讲的多呢，还是因讲的多？啊，如果果讲的多呢，我们就把它分类呀、归类呀，就归到果这一边。啊，果里头也说因。啊，如果因说的多呢，果说的少呢，我们就把它归在因这一类。啊，因果度数啊。这个是每一会的说法。当即大众根性不相同。啊，又何况佛陀说法不同世间学校教学。世间学校教学，学生人数是一定的。啊，程度是差不多的。佛说法呢，这个听众啊是不一定的，有些是一直听下去的，有些中途而来的，啊，前面没有听到的，啊，有些呢可能只来听这一次的，啊，听一次佛都不舍弃他，啊，为了令他得利益，啊，佛还是委曲婉转，要把意思说圆满，啊，当然这个里头广略差别是有的，啊，就是细说略说这个是有的。好在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到古大德为我们集结世尊当年所说的这些教诲呀，啊，集结成为经典。前后各处所说的，我们今天在经本上都能看到，这是稀有的因缘啊，不可思议啊！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么，就是这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也不是在一处一时说的。清凉就给我们说的是七处九会啊，说经的处所有七处不同啊，一共有九会。李长者讲的是十处十会啊，因为这个经到中国来啊，并不是圆满的啊，是残缺不齐的啊。李长者讲，一定是十处十会啊，他讲的也有道理。华严用十代表大圆满啊，十处十会呀，这个讲法的时候是能讲得通的。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前两品讲果，后一品说因。啊，多说果，少说因。啊，这那品里面呢，多说因，少说果，就说因比说果要多。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品，啊，世界成就品。这个里头要说的是祝福及祝众生所有的刹海啊，跟我们介绍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太空当中啊，无量无边的星球星系啊，这一瓶跟我们讲这个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是天文学啊，在这一瓶跟底下一瓶呢，都是讲的天文。那么后瓶啊，华藏世界瓶，别名本师之所言尽。啊，这里头特别说到毗卢遮那佛对于刹土的庄严，又此品名尘刹之云。啊，这个世界成就品呢，要说明宇宙为什么形成。啊，这个形成的缘是什么？啊，后品呢，别变果相。啊，华藏世界品要说明果报的现象。确实，这个真是我们啊迫切需要明了的。啊，这一品呢是大。世界安立之问啊，前面曾经问过啊，这个云何安立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其中虽名行等亦是缘故啊，设许许多多现象都不是从语言上讲的。啊，那么现在这一份里头也分为两段啊，先总表纲要啊，这是本分，后面真诚本意呀，那是解说分啊。我们现在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一佛神离，遍观一切世界海，一切众生海，一切诸佛海，一切法界海，一切众生业海，一切众生根欲海，一切诸佛法轮海，一切三世海，一切如来愿力海，一切如来神变海。这个一段经文，儿时是普贤菩萨入法界大定，其定之后啊，这个事相教学非常重要。入定是属于内证啊，总的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这个时候，自己的心
跟一切诸佛、一切菩萨心性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的心是纯净纯善的啊，我们入定呢，定中的境界纯净纯善，这叫内证啊！啊，不但是内证呢，也是感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依佛神力呀，经文上啊。凡夫的心跟佛心不一样，凡夫的心是动的，是不定的，啊，是乱的，所以要说如来果地上境界。你不其如如来果地境界，你怎么能说得出啊？怎么能其如呢？入定就其如，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普贤在前面是表演，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有入有出啊，实际上普贤菩萨入法界定没有出入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都在法界定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做个样子给我们看，教初学。那么初学我们现在讲了，初学为大众讲经说法，要用什么态度呢？普贤菩萨示现的就是模范了，要入定了啊！所以从前法师身作讲经啊，诸位都晓得有讲经的仪式啊。法师身作之后，那个仪式很长啊，差不多需要40多分钟啊，这么长的仪式。法师坐在座位上入定，仪式完了之后，这银磬一敲，法师出定了，再讲经，就学普贤菩萨吗？总得要把整个这个妄念放下，意志要集中。你才能体会到经里面的玄义呀，微妙的义理呀，无尽的意趣啊，你才能体会得到。如果心散乱了，决定不能成就。你决定不懂啊。平常我们讲经，要做充分的预备。预备需不需要？需要。那是敬业的态度啊！我把这个事情当作一桩是重要的事情来办，
啊，我很重视，我要有充分准备。准备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处呢？不见得。也许上台之后啊，你所准备东西一句都用不上。为什么呢？智慧现前啊，佛力加持啊。这一段诗凡是讲经的这些大德们都有这个感应。往年李毅老师在台中讲经，一个星期一次，我跟他十年了。他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讲经这一天他不见客的啊，在图书馆讲经，图书馆给他准备一个休息的房间啊，在一个小楼上，他这一天呢等于是在小楼上闭关。中午这一餐饭的时候送到楼上，啊，他不下楼，晚上讲经的时候才下来。在台中讲经38年，38年如一日啊！啊，他这样的。用心啊，这样的敬业我们佩服啊。啊，他也看古大德的这些著述啊，做充分的准备啊，有时候啊，他把这个经里头重要的意趣啊，用表解的方式列出来，在讲经之前啊，把这个表解我们写在黑板上啊，我给他写过不少年的黑板啊，那么他这些笔记呢现在都印在全集里面啊，全集里头大概有两三册啊，是过去他一生当中讲经做的笔记啊，给我们后学做榜样啊，啊，决定不是草率啊，啊，我早年讲经前10年完全遵照老师这种方法啊，他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差不多是讲5-6次啊，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情，他的工作很多。我出家之后啊，把世间事完全放下了，专门走讲经这个路子啊，所以我天天讲啊，前10年啊是天天都要用很多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啊，10年之后呢就越来越熟了，这个
谚语所谓啊，熟能生巧啊。啊，准备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我在讲台上跟诸位报告过啊，最初出来讲经啊，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啊，真的不容易啊。啊，大概讲半年之后啊，不到一年，越来越有进步嘛。啊，一个小时讲经啊，大概只需要10几个小时。啊，就能够完成了。啊，2年之后啊，几乎讲一个小时啊，我有6、7个小时准备啊就行了。3年之后啊，可以1:1了。啊，讲1个小时经啊，大概1-2个小时准备。啊，所以有的时候用1天的时间，啊，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来准备经文，准备说可以1个星期。啊，就是可以啊。1天的准备呀，那时候每一天讲1.5个小时吧，啊，用1整天的时间准备，1个星期的就够用了，啊，越来就越有进步啊，啊，10年之后啊，几乎无需要准备了。所以现在大家看我讲东西啊，没有准备的，是的，啊，讲熟了嘛。我还是每天读经，这是敬业，讲经是我的事业，我要依教修行呐，啊，我每天不能不读，啊，每一天呢不能不看祖师大德们的著述，看著述，听他们讲经，啊，听他们的心得报告，啊，实际上啊，来讲经是已经无需要准备了，啊，所以我的准备只是把经典里面段落，啊，用彩色的笔把它勾出来，因为在讲台上就会很醒目，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经典里面呢，有的时候还有生字啊，那个生字一定要查字典的，啊，那不能随便乱念的，啊，就准备，那就是做这个工作，啊，勾段落。啊，看看有没有生疏的啊，这个生字跟这个生疏的名词名相术语啊，所以从整个修学当中呢，自己能够觉察得到，很明显的觉察得到啊，自己进步的状况。到什么时候才能入境界呢？这个不仅仅是读，不仅仅是讲，要行啊，依教奉行，你才能齐入境界。行里面呢有正。信皆行正啊，正什么呢？在行里面证明自己所信所解，
如佛所教啊，啊，证实了，把佛所教导我们的，在经典当中教导我们，我们都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真实的受用啊。特别是内证啊，内证这就是三昧呀。啊，我们念佛，如果不能得念佛三昧，你念佛没有功夫啊。啊，你学华严，要不能够得。这不能得多么少份嘛！啊，一百分里头啊，你能够得个一分两分嘛？华严三昧啊，你总得得个一分两分，你才有受用啊！啊，你学天台宗，那你总要有个几分呢？法华三昧。如果不能够契入境界，你就不得受用。换一句话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是随烦恼转。啊，这个生活很辛苦啊！啊，你随烦恼转。你还是在业报里头啊！啊，怎么样把业报转变成愿力？这个是有大受用啊！这就是非入三昧不可啊！啊，念佛三昧就是经中一般所讲的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里面又分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都是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由此可知呢，他的功夫分三等。最浅的叫成片。啊，这是得少分啊。如果念到四意心不乱，那很好了。啊，四意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利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没有了，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执着，这个功夫成片里头还有执着，执着还没有离开啊，所以它很浅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无论什么事都好，很好。你才能得一心呐！啊，理心不乱呢，那是明心见性的，执着断了，分别也断了，一切不分别了，妄想也破了几分。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了，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功夫以这个为
标准。你能放下几多啊？放下越多，你其如三昧境界就越深越广。这样才能得真实受用。那你展开经卷为别人讲解，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自己已进入境界呢，你准备的看别人著述的，可能在讲台上都用不上。为什么？面对大众根基不相同啊。我们这堂课总要让听课的这些同学们个个都能得受用。如果他听这堂课不得受用，我们不但对不起人呢，还造罪业。造什么罪业呢？你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别人的精力。人家从老远到这来听这堂课。你让他一点利益都得不到。他来上一堂课干什么？当然这个事情不容易啊，所以首先要自己得利益，然后把自己利益说出来与大家共享，这个好。至少我们要能达到这个水平。不负辜负大家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一起在一个课堂里面来学习。所以这个前面入定呢，用意很深呐。入定是真正开智慧，真正入境界。出定之后，你看，遍观察。这个遍观呢，这个里头用意很深。清凉说呢，外神其相。审查了，看一看了。其实我觉得清凉大师这一句没有具足啊这个辩观的意趣。外神其相呢，当然不要啊。这个四面周边都看看啊，像这个身坐讲经一样啊。身坐之后一定啊要把听众啊看一遍啊，通通照顾到。这个我们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都学习过啊，规矩啊，给听众一种亲切之感啊，让这个听众啊每一个人感觉的这个法师为我所说的啊，有这个亲切感呢，眼光要看到啊。每一个人都要看到啊，亲切的招呼招呼啊，所以他的用意很深，用意很广。
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这个十句啊，每一句后面都有个海啊，我们就称它叫涉海。涉海意思前面都讲过了啊，前面在问的时候我们都详细解释过，但是跟前面这个问提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次序稍稍有一点不同啊，这个没有关系啊。清凉注解里头也有简单的说明啊，问总了问了40句啊，现在普贤菩萨遍观只设了10句，十句里头已经包括了前面所问的40句。啊，这个注解里头有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啊，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观察矣，普告一切道场众海诸菩萨也，佛子，诸佛世尊，知一切世界海成坏清净智，不可思议。这第一句，知一切众生业海智，不可思议；知一切法界安离海智，不可思议。往下十句，一直到建立阎摄海，不可思议。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说，如是观察矣，这是借前面啊，他遍观一切刹海啊，看了之后，普贤菩萨说话了啊，普告一切道场众海诸菩萨也啊，普是普遍，与会的菩萨很多啊啊，除了啊华藏世界啊本有的这些菩萨众之外，还有十方来集会的这些菩萨，无量无边呐！啊，问题是这些菩萨们提出来的，啊，现在普贤菩萨一一要为他们解答。第一句说诸佛世尊啊，诸佛世尊这四个字这一句啊，总贯下面十句啊，每一句前面都有诸佛世尊
啊，这个文字省略了。知一切世界海，成住清净智，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这个诗句是说啊，就是解答前面呢世界海等十问啊，观海啊，叹呢，叹是赞叹智慧。智与海反复相成，这个意思是说，前面自知观海，微细难知啊，自己来看海啊，我们今天。用自己的能力，实在讲不要看海了。我们看我们现前这个社会，无论看人事环境，或者看物质环境，观察我们过去未来，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啊。普贤菩萨在此地跟我们做实验，跟我们做榜样，使我们看到普贤菩萨观察宇宙，像我们今天观察社会一样，这是什么呢？我们的智不足，但是佛就不一样了，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他清楚啊，他明了啊，所以唯有佛的智慧呀，方能究竟啊。佛之难思，不可思议啊。佛的智慧，菩萨心目当中赞扬的，就像海一样的深广。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海，马上就想到海洋。而实际上呢，此地讲的海是个形容。深广无尽呢，那是什么呢？太空啊！海洋还容易啊，太空的深广无尽，唯有佛知道，唯有化身菩萨知道。化身菩萨虽然知道，没有佛知道那样的透彻圆满，所以菩萨为众生说法，一定要求佛威神加持，道理在此地。清凉大师在此地设立一个问答，是假设的。他说既然这样的，那为什么不说智啊，那说海干什么呢？清凉在此地跟我们解释，
智力还尽，安知其相呢？啊，你有智慧，你智慧从哪里表现出来的？一定有境界，没有境界，你的智慧别人六根都接触不到的。啊，纵然你不做事情，你坐在那里，站在那里，哎，人家一看你，哎呀，这个人，哎，这个人聪明啊，这个人很有智慧啊，哎，你还有个相在吗？如果这个相形象都没有了，智没有人知道啊，没有迹象可循呐，啊，所以智跟海啊，互为表里呀，啊，从海啊，从涉海显示佛智慧的不可思议，啊，深广无尽呐，啊，所以说海。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又表为所正知，故当说海。啊，所以这个用意才圆满。啊，你想我们六波罗蜜里头，般若波罗蜜在哪里显呢？般若波罗蜜一定在前面五度里面显示出来。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就等于海一样啊，从这个里面显示出你的真实智慧啊。如果没有这个四相，你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啊？这就是智跟净不能离开啊，离开了之后静里头没有智慧啊，单独智慧不能够显现。请看世界成就品啊，经文这个第二段啊，叠问叙述，如是观察已，普告一切道场众海诸菩萨言：佛子，诸佛世尊，知一切世界海尘坏清净智不可思议。我们看这一句啊，前面跟诸位说过，菩萨要为我们说明这一桩大事因缘，要求佛威神加持啊！啊，我们今天读经，希望能够啊了解菩萨所说的，也要靠诸佛威神加持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堂上啊，我说诸位听，如果没有诸佛威神加持，凭我们自己这一点智慧，哪能够说得出呢？啊，纵然古大德的注解摆在面前，我们还是说不出啊，我们还是一样听不懂啊。
啊，那怎样才能说能听呢？往年李老师教导我，用至诚感通啊，啊，唯有真诚到极处，以这个感佛，佛才有应呐。啊，感应道交，这里面才能够通达。啊，老师这个教诲，我深深得到受用。啊，真舍教诲啊。这一句里面指一切世界海尘坏，这是讲的四果相啊，前面介绍的这一品跟华藏世界品呢，都是讲果啊，毗卢遮那品呢，这在跟我们说因啊，先讲事实真相。那么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海，海字用得好啊，还是什么心细呀？啊，现在大家都能够知道的啊，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啊，是属于银河系的啊，这个大星系啊，啊，地球啊，小的这个星系呢是太阳系啊，我们知道九大行星。现在科学家又有发现啊，这个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了啊，以前没有被发现的围绕太阳旋转的这个星系小啊，地球是其中的一个啊，大的行星有九个，小行星呢有2000多啊，围绕太阳旋转啊。那么这个小星系呢，像这样的小星系很多很多，我们夜晚在晴空啊，天晴啊，夜晚这个空，这个天空，你能看到许许多多的星星，特别是在澳洲，澳洲的天空还没有污染呢，所以在澳洲晚上看星星，那是一种享受啊，你看到那个星星呢，不像是平面，像是立体的，真的像一颗一颗可以折下来的，非常明亮其他许多地区都看不到了，这看不到是什么，是被污染，空中有污染啊，看不到这样明亮的天空。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一般人这个眼睛最好的能够看到6等星啊，
这个心的等级是按它光度来分的。七等心以上要靠望远镜。望远镜的倍数越大，你能看到的越多，但是我们所看到这个亮晶晶的会闪光，那个光一闪一闪的，天文学家告诉我们，通通都是太阳啊！他们都有这个行星、卫星环绕，那都是太阳系啊！这么许许多多太阳系共同围绕一个轴心在那边旋转，那这个轴心呢就是银河系了银河系的这个轴心，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天文天文学里头称作黄极你看我们地球的这个运转它有个轴心这个轴心我们称在北半球称为北极，南半球称为南极太阳系在这个银河系里的旋转呢，那个轴心称之为黄极。称之为世界海，你们想想，很有道理呀！这一个银河系里面，大大小小星球要是这个计算出来呀，那个数字惊人呐！又何况这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所熟的这个银河系在太空当中星系里面不是很大的换一句话说还有大的星系比我们的银河系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很多很多啊！你看看，世尊在3000年前讲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状况。那个时候望远镜没有发明没有这些科学技术在华严经上为什么讲得这么详细？这是智慧。经上讲的比现在科学家讲的还要详细。所以西方科学家非常可惜没有读华严经华严经的梵文本失传了。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了非常可惜现在要看华严经只有看中文的一本那么听说40华严这是华严经的一品幕后入法界品我过去听方东梅先生说这个梵文本呢好像这个世界上还有听说有2部那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了但是这些经典翻成中文之后我那个时候有个疑问
我给方老师讲，我说为什么这些原文啊大量流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梵文原文没有能保存下来，这个很奇怪呀！照理说呢，翻译翻成中文之后，原文应当好好的珍藏啊！这么好的东西，实在讲，原文也应当学习。寺院里头应当要传授梵文的课程，为什么没有？我问方老师，方老师听了之后啊，也停了好几分钟，笑笑啊，给我解说。中国人呐，太自豪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现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信心没有了，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呐。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自信心呢，达到了巅峰啊，认为这些梵文翻成中这个中文翻的意思完全不错啊，在文字上呢比梵文呢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学佛用我们翻成这个本子就够了，原文可以不必读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气概啊？那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方老师自己想出来答复，即使方老师自己想出来也了不起，他能说出道理来啊，可能确实是如此。中国人自古称自己国家为天朝啊，礼仪之邦啊，文化水平真的是高啊，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是没落到低谷了。那么这是说世界海，世界海里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尘坏。佛经上讲啊，世界有尘住坏空。而尘住坏空呢还是循环的，这个后面会讲到。那就讲到这世界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毁坏。那么在佛经里面讲这个劫。大劫、中劫、小劫。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这4个中劫呢就是世界的尘住坏空。尘有20劫。可见这个世界形成也不是突然形成的，它是慢慢形成的。20劫形成呐。形成之后啊住20劫。这个是世界这个。我们看星系在太空当中运行呢，它有这么长的时间呢存在呀。然后这个世界会坏，坏也是慢慢的坏，不是突然之间就没有了。这个坏的时候也是20劫，这个世界完全消失。
孝智就空了，空啊，也有那么也有二十劫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这时候世界又会慢慢形成，它都是在循环，沉住坏空啊，在循环了。这个说法，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这个讲法，但是科学家呢，看到星球，这是每天呢观察太空啊，确确实实发现有新的星球被发现，有旧的这个星呢爆炸了，毁灭了，那个毁灭确实也是慢慢的，星球它那个光，慢慢变成了红光，红色的，年轻的星光是带绿色的，带蓝色的，这个星球啊年轻，如果它这个蓝色的光慢慢变成黄色的，变成红色的，它的寿命差不多就要尽了，慢慢它这个星球就毁灭了，消失掉了。这个现象呢，现在天文学家已经观察的相当清楚了，就像一个星球啊，但是一个星系啊，如果是个星系，小的星系，你比如现在科学家都明了啊，太阳有一天会变成毁灭，不能永恒存在啊。我们看到每一个放光的这个星球都是太阳，那都是一个太阳系，因为距离太远，它的行星，行星的卫星我们就看不到了，距离太远了，它的光啊到地球上来，我们能见到已经非常微弱了，小的星系有沉住坏空，这个大的星系像银河系，这个大的星系也有沉住坏空，当然沉住坏空时间长短不相同啊，那么再回头看看我们一个人，想想我们自己，佛说的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植物矿物有生住异灭，这个世界呢，地球的世界呢，有沉住坏空，所以佛讲无常世间无常啊，这个世间讲三种世间啊，气世间、有情世间、知正觉世间。华严经上诸菩萨问的再多，归纳起来呢，就这么三桩事情啊。这三桩事情，佛给我们答复的无常，世间无常啊，过途为脆呀！我们要觉悟啊！真正觉悟的人，我们这个生命无常。但是我们的真性是正常的，这个肉身不是我
啊，把肉身当作我，那是大错特错啊！啊，古德有所谓“借假修真”，这个话非常有道理。啊，假是什么呢？我的身是假的。啊，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法里面讲真假，它的定义，它的标准，真是永恒存在，啊，这个才是真的。如果它有变化，它就不是真的。啊，那我们想一想，哪一个东西，哪一桩事情没有变化呢？在我们凡夫眼光里面，大概只有虚空没有变化。啊，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这个虚空，跟三千年后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虚空大概是一样的，除这个之外，恐怕通通都不一样了。啊，大地，我们居住大地。沧海桑田呐！啊，现在我们知道啊，啊，旱灾、水灾、风灾、地震，啊，都能改变地貌，啊，这个大地的形象啊，能改变呐。啊，陆地会沉到海底，啊，海底会上升变成高山，啊，沧海桑田呐，啊，登山的这些人在喜马拉雅山这个上面，啊，发现许许多多的贝壳。海里面的生物的化石，证明喜马拉雅山在过去是海底。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有陆地，陆地沉到水里面去了。啊，这个就是地貌的变化了。啊，古人所讲的沧海桑田呢，这就是讲的无常。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你了解事实真相，古人讲借假修真。我们今天的身，我们的心，心是妄想，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妄念念念呢都在那里变化，这个心不是真的，是妄想。啊，我们居住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无常的幻境。你要真正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才会放得下了。所以看破之后啊，自然就放下了。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没有看破。啊，看破放下了，那借假修真，我要修真常。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多变境界当中啊，我要去找不变的，那不变是真的。啊，什么是不变呢？真心不变。真性不变，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佛性，这个是不变的。佛法修行啊，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明心见性。啊，明心真心，见性本性，
自信不变啊，那是真的。我们务必在这一生当中啊，去把那个不变的心性呢找到啊，问题解决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心至少分正佛啊。啊，那么这个六道设法界，六道设法界都是属于变化的啊，变化土啊。到你见了性的时候呢，法性土现前了，那个时候常若我净，常。常就不变了，变是无常嘛，啊，世间无常嘛，到那个时候，世间真常，啊，所以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真常啊，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的人，法性深。住法性土啊，常乐我净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那么法性身跟我们这个身发现土跟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差别在哪里呢？三乘法里面佛所讲的跟华严所讲的不一样。华严是对化身菩萨讲的，所以是如来亲证的境界，是如来限量境界，完全讲真的。三乘根性的大众没有其如如来境界，你要跟他讲真的，他茫然不觉，不觉还不要紧，怕他在这个里头生疑惑，疑惑就产生了障碍了啊。所以佛对三乘人讲啊，往往是恒顺众生，俗地讲的多啊，真地讲的少啊，偶尔是透露一下啊，这样什么呢？大家生欢喜心，会接受，哎，佛讲的我马上有受用啊，意趣不同。华严是唯一真实啊，所以说佛的净土跟我们这个净土不在一起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边十万亿佛国土，给我们说这个话了。华严会上讲的呢不一样啊，法性土跟这个业报土，业报土就是法相土啊，混在一起啊。啊，前面讲了重重无尽的法界，虽然混合在一起，
它一点都不乱，一点都不杂，不思议境界。正得法性的人，他的身，这个身就是法性身，他住的这个土就是法性土。三乘人有乘住坏空，他没有乘住坏空。境界不一样啊。不思议境界啊！怎么知道它不坏呢？如果我们前面读的经文要稍稍能够体会到它的意思，这个事情我们就不会疑惑了。为什么呢？微尘里面，每一粒微尘里面啊，也就是这个地球太阳系爆炸了，这个银河系啊也爆炸了，消失了。试问问它有没有微尘存在？有啊，每一个微尘里面，哎，圆圆满满的，里头含摄着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这怎么能坏得了啊？世界不会坏的呀。真正知道毛端里面有诸佛世界，微尘里头有诸佛世界，诸佛世界怎么会坏呢？啊，那么由此可知，会坏的没有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不会坏呀，入这个境界没有生灭呀。啊，这个中观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异不异呀。我们虽然没有证得了，我们相信。啊，我们对佛的说法不会怀疑了。最要紧，我们要求证。啊，怎么样证得呢？那一定要依教奉行。啊，佛教你的这方法，你要不依照这个方法去做，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以什么方法呢？总的纲领戒定慧三学。总纲领啊，戒定慧三学定是枢纽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啊，清净智不可思议。清凉大师讲的清净智者，力所知障决断分明。啊，这叫清净智啊。清净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啊，平等智是什么呢？力烦恼障。平等之先前，力所智障啊，清净之先前呐。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就是练功啊。真正觉悟的人
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活，工作就是修行，修行就是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应酬就是修行，修行就是应酬。一切时一切处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哪一样不是在修行呢？修什么呢？修清净心，修平等心。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把修行的纲领都列在上面了，清净平等住啊，你看这个下联句老句的汇集本，那个经题汇集的好啊，啊，经题没有一个字是自己拟定的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报啊，啊，那个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是果啊。后面这一句呢，这是因呢，清净平等觉。要修清净平等觉的因，你才能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啊，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啊，才能叫无量寿啊。庄严永立尘诸坏空，永离生老病死，永离生诸异灭，那才叫庄严啊。啊，否则的话那个庄严是假的，为什么呢？无常啊，那不是真庄严吗？无常吗？真常能不能证得？啊，佛没有妄语，佛告诉我，确实可以证得。为什么证得呢？真常是本有的，无常是本无的。我们迷了，把真常变成了无常。要是觉悟了，把无常又恢复了真常，呵，这个里头很有味道啊！啊，这里面呢是大学问呐！啊，所以在这一句经文里头，啊，前面给我们说出一切世界成坏。你怎么能知一切世界成坏？因为它有清净智。啊，它利益所知障，利益烦恼障，所以它清楚，它明了啊，它的智慧没有障碍啊，啊，无碍智啊。尽虚空变法界，啊，所有一切世界，啊，佛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明了的，啊，即使众生的世界，啊，尘住坏空，佛也清楚也明白。菩萨带我们问，说老实话，最重要的
帮助我们众生呐、啊，啊，成就我们众生呐、啊，啊，所以多半都是偏在众生境界里头，啊，说世界成住坏空，啊，那么由此可知，今天我们科学家怎么样去观察？借了许多啊科学工具啊来探测太空、啊、能不能得到真相呢？事实真相呢？很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烦恼障没破，俗智障没破，所以用许许多多的时间精力啊，一代一代啊累积啊这个知识经验，都没有看到啊宇宙的真相。难在这里啊。要想真正了解宇宙的真相啊，了解众生的真相啊，宇宙真相就是佛讲的气世界，众生真相那就是有情世界，要真实智慧啊，不断烦恼，不破所知，哪来的智慧？这一桩事情是真难啊，真不容易。我们要想在一生当中能成就、能获得啊，几乎是不可能啊。那要怎么办？我的老师教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其次怎么个求呢？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要淡一点，希望一年比一年看得淡，不要去计较，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只有一个标准，广利有情，就这个标准，绝对不要想自己的利益，想到自己利益呢，又堕落到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去了。换一句话说呢，增长烦恼障，增长所知障，你这个二障啊，不但没有破，没有断呢、啊，你天天还在加重，这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是大乘法里头修行的秘诀。历代祖师大德们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所以他一生他有相当的成就啊！凡夫不如是啊！凡夫做一桩事情，他一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利益众生的事情他放在第二，放在第三了。往往真实功德了，他一生错过了。
这种妄想执着的习气很深很深啊，我们自己又何尝不如是呢？怎么能够啊把这种分别执着淡个一两分呢？我自己的经验，天天读经啊，天天讲经啊，啊，我讲了44年了，啊，天天在讲台上劝别人呐，啊，劝久了，自己还不知不觉，哎，就转过来了，啊，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念头对这个社会，对一切众生，对整个佛法有没有好处？啊，好处从什么地方去区别呢？从影响。这个事情是正面的影响，影响的时间长，影响的面很大，好事一定要做啊！啊，如果是时间很短，哎，很短也值得，只要它影响的时间长，影响的面大，啊，不论时间因缘。这样看就有智慧了啊！千万不要想一桩事情，我千年万世哪有这个道理，世界确确实实刹那变化，尤其是近代啊，人心失去了依归呀，啊，没有依靠啊，妄念纷飞呀，所以感得的这个果报变化就特别大啊！我今天早晨啊，看到以前陈老居士那个柜子上面放了几个硬币，我拿出来看看，我就很感慨呀！啊，从这个地方看出什么呢？看出无常啊，看出变化了。我小的时候，铜钱已经不用了。啊，满清时候的用的货币，铜钱呢，当中有个方洞的，啊，有个方孔，现在古董店里还能看到。但是那个时候啊，很多每一个人家都有，但都不用了。用铜板啊，那铜板是民国的货币啊，一个铜板呢
那上面写的石文。石文就是什么？从前呢，一个铜钱叫一文钱呐、啊，一个铜板等于十文钱。民国这个货币，一个铜板是等于像满清那个时候的钱币是三十个啊，这个十个一个铜板是十个，一比十啊，兑换了。我小时候啊，上小学念书的时候啊，母亲会给我们两个铜板啊，通常是两个，有的时候给三个啊。那上学去买油条、烧饼啊，馒头，我早餐就够了啊，喝一碗豆浆。上学啊，两个铜板了，三个铜板就等于三十文了，三个铜板是一分钱啊，一毛钱就很大了，一毛钱可以四个人上馆子吃一餐了啊，一毛钱。一块钱那是银元了，清朝的时候一块钱的银元很多人看过，很值钱啊，很管用啊。你看从货币啊变到现在的时候，这个钞票啊，那我们这次到韩国日本去旅行，他们那个票面一万块呀、啊，一张是一万，韩国一万块钱是多少钱呢？啊，我听说和美金呢，大概只是六七块钱。啊，日本的这个货币，这个钞票一万块钱的，大概和美金好像是十几块钱的样子啊，我听说和新加坡币是150块啊，一万块是150块啊。我们看看这许多货币的变化啊，短短几十年间啊，产生这样大的变化。这无常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啊，一桩事如此，你再仔细去观察，哪一样事不是这样的呢？啊，你越看清楚了，你才晓得这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你要去计较，你要去分别，很累呀、啊！那你不是自找苦吃吗？所以诸佛菩萨圣贤呢，都叫我们放下了，正确一点都不错啊！放下才真正把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到啊，一定要把你的清净智慧啊，平等智慧找回来啊，要把你的烦恼障、所智障卸掉啊啊。清凉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清净，这个清净智啊，是贯下面十句的啊，每一句都有，也是省略了，只是第一句说，后面呢都省掉了啊。就像这个诸佛世尊啊，
这四个字也是观下面每一句啊，也都省掉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